大家好。哎呦，话说啊，我最近看到一个有趣的直播啊。你看了什么直播？我看到的就是我们的 TCDY 啊，火树传之声心情点播站的。我知道我礼拜三跟礼拜日我都有准时在10:30的时候开启我的电脑看那个直播。真的，那个直播啊，就是我们 TCDY 的点歌啊，点歌平台啊。话说这里面啊，有一个红光小天使。哎呦啊，你就是红光的啊，这红光小天使是不是你啊？你跟我讲。不好说。我在这边澄清一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活动叫小天使小主人。小天使小主人有啊，我们研究班常常搞这招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应该知道我们游戏规则是怎样咯。游戏规则当然就是要秘密的关心大家，为善不欲人知啊，时时送个小礼物让他有惊喜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小天使小主人就是说，我们小天使在关心我们小主人之后呢，不可以被我们的小主人发现。真的，而且啊，我觉得这个 TCDY 的这个心情点播站真的是哦，主持人的声音啊美妙之外，还会传递很多的正能量以及大家的关怀分享哦。还有，我觉得这个 TCDY 的平台真的是创意又多元啊。怎么说啊？好比说啊，它里面就会有这个手作食物啊。哦，手作食物。说到手作食物，我记得你是不是前阵子有那个什么介绍泰国泡面吗？对啊，我换个墨镜啊，没有戴。好嘞，顺啊。对啦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介绍那个泰国泡面啊，那个泡面啊，真的在小七就有在卖哦。是我们台湾小七吗？当然没有啊，泰国的小七啊。哦，原来。话说到这个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的那个素火腿，真的是要念一下它，真的是一直吃一直吃啊。所以你不是因为不希望身材跟他一样，所以才没有吃泡面吗？哎呀，谁要跟他身材一样？好啦，跟你说，除了这个创意多元的平台，有这个我们的点歌频道之外，还有手作食物，还有很多的一日系列哦。如果呢，大家想知道我们一日系列在做什么东西的话呢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 TCDY 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转发分享啊，转起来。我们今天到这里到底要干什么啊？我以为你知道我知道啊。对了，前几天啊，在平台上有在招募那个 TCDY 崇德青年金头脑大乱斗的招生啊。所以打算是要开第二波金头脑大乱斗咯。对啊，要开第二场了。听说这一次啊，他那个规模更加浩大。我跟你说，总共有中国、中山、中台，12所大专院校的各校精英都来参加。哇塞，那战况一定非常激烈。真的。还有我们的脑筋急转弯，还有我们的道学常识题啊。哈，加了这么多，这听起来就很难呢。不会，我跟你说，这次呢，为了避免上次啊某人的那种情况啊，所以我们把题目呢简单化了一下。简单化？某人的情况可以帮我补充一下吗？怎么？不就是上次某个毕业校友啊，就在那边比说什么胡子硬还是脸皮厚的这个问题啊，那边争论很久啊。那我觉得他应该是脸皮厚，不然怎么争论那么久？哎呀，不说了，真是的。来啦，在这个影片的开始之前啊，我们呢先来暖身一下，让我们观看直播的朋友呢也来给我们猜猜看哦。所以我也要被你考的意思吗？当然啦，来考一下啦。这样谁怕谁，你尽管考啊。尽管考，没问题啊。来，接下来先来一题脑筋急转弯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第一题，数字8分成两半会是多少？好。A 0 B 2 C 4 D 8。我以为你是要让我自己猜，原来还有题目哦，这么好。当然有选项啊，我们这么有人心，有佛心，对不对？佛性来的，我跟你讲。依我聪明的脑袋，是，我已经有一个底了。有一个底。但是我现在不能说，要先让大家
观众各位观众来帮我们猜一下答案是多少。知道答案的观众朋友赶快在下面留言哦，我们会在题目上来赶快跟你讲哦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快点快点，有没有答案的？我们答对的朋友呢，我们在会后呢会抽出几位幸运的朋友呢来送我们精美小礼物哦，赶快赶快快，为了小礼物拆起来拆起来啊，快点转起来给大家看啊，快啊。哎，有人拆了耶，有人拆了哟。嗯，来来看一下看一下，伟星学怎么可以拆两个，伟星学拆两个，对啊，你看他拆，他拆一又拆四，有人拆四，有人拆一，这个四，所以我们的维新是说是 C 吗？答案是四吗？这个哦，代级呢，绝对不行为就简单啦，我跟你讲。哎、欸，有人打选项十一耶！打选项十一，这是来乱的吧？真是的，我跟你讲啊，这正确答案，哎呦哎呦，你觉得这答案会是多少？正确答案吗？嗯，我有两个答案。你有两个答案？对，有一个有在你的题目里面，有一个在我，一个没有。对，好。哎呦，来，你来讲讲，会不会是跟我们观众朋友是一样的答案呢？我觉得是一，哎哎，是选项是 A B C 吗？对，选项是 A B C。对，我觉得是 A。A 是零。嗯。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？他要讲吗？很明显耶。很明显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来。因为你八嘛，你给它切两半，它就是上面个零，下面个零啊。所以切两半是不是？没错，就是。恭喜答对了。耶、yeah ！答对了吗？对，太棒了哦！我们待会答对的朋友呢，我们真的会抽起来送小礼物哦。嗯，好，接下来第二题也是我们的脑筋急转弯哦。哎，我以为你会好奇我为什么会选另外一个答案。哎，对哦，你还有另外一个答案，该不会跟那个刚刚有一个 MA 的这个哦是马哦？他说那个十一是这个答案吗？对，我跟他想法一样，我也觉得是十一。为什么？嗯，大家看哦，你看这是十一嘛，然后你把它倾斜一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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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像什么？八。国字八，有没有？我觉得你的脸皮也比他厚了。好，话不多说，赶快来第二题哦，来跟你来问大家，在城堡里有一个人，他遗弃了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就被他丢掉了。那对，请问这个人会是谁 ？A 王子 ，B 公主 ，C 王后 ，D 国王。王后、国王。对。嗯，如果是 IU 想猜 C。C 皇后，为什么？因为童话故事的皇后都很恶毒。哎呀，不要这样吧，又不是什么白雪公主，又不是什么，对不对？这也没有什么毒苹果让你吃啊！来，我们观众朋友来猜猜看，到底是什么？他的答案。哎呦，大家都有志一同哎，到底猜了什么呢？王子哎、欸，有人猜王子哎、欸。王子是在外面怎么了吗？怎么会丢掉小孩子？可是王子面吧？王子面。啊，好冷哦，没事。来来来，我们赶快看，我们赶快 B 哦，还有猜 B 公主。公主。公主遗弃了她的小孩。哎呀，阿佑，你觉得答案会是什么呢？皇后。皇后。皇后不改初衷，刚刚的皇后。不改初衷。我跟你说啦，答案是 D， 国王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国王弃儿啊。哦，好冷哦。原来是国王弃儿，傻眼。真的，还有一个更冷的，要不要？要不要听啊？我想一下，好啦，今天天气特别热，你讲一个来冷一下。对，让你清凉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本身就很清凉，冰块，你知道吗？这冰块超清凉的吧？够凉的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对对对。冰块他最想要干的事是什么事情？想要干什么事哦？对，他最想做的事情。这样有给选项吗？没有选项，这个纯粹。发挥好不好？个人发挥。嗯，所以是开放式问答咯。对啊，开放式问答。我可以先看大家回什么，我再讲答案嘛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快点，知道的朋友赶快在下方留言哦，告诉我们。有人说敲碗。敲碗。哎，还是他只是想敲碗。他可能觉得很热闹，要敲一下。嗯。诶，有人说退伍哎。哦，这么厉害。哎呦，你觉得答案是什么？有人想要文化。哎、欸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他想要干嘛了。他想要就
就是融化，然后变成我的水让我喝。嗯，太自恋，太自恋。这个太谁太谁，跳过跳过。疫情严重哦，我们还是不要这么接触哦，保持室内一指一公尺半的距离哦。好，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？答案就是退伍哦，非常聪明的朋友哦，我们的小龙哦，跟我们的哦，太强了。很多人猜对。对，退伍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当兵当太久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真的，好的，那我们的暖身呢，差不多要过一段落了哦。那最后呢，再来问个一题好了。这一题啊，跟我们的医学院的可能会比较有关系。怎么还有？我以为没了呢。还有一题啊。没有啊。对，我们的人体的器官，哪一个器官能够卖到一兆元？一兆。对，一兆，很多啊，跟你说很多、啊。这个 A 是我们的心。心。B 是我们的肝。肝 ，C 是我们的肺，肺 ，D 是我们的胆，还有胆。对，观众朋友，心、肝、肺、胆，你觉得哪一个器官可以卖到一兆元？嗯，还有没有答案？会是心吗？会是心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心一意吧。一心一意，但是它只有一意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这个跟没事千万不要出门不是一样吗？对不 对, 对，不是不是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朋友。不是心哦，不是心。哎，这什么？这马同学，这个胡子哪招？怎么又跑出来了？你们打零哎、欸？零，这是 D 啊？不是不是，是 D 是 D 胆哎、欸，哇，好多人是胆哦。我们同志好，他说肝胆相照。哎呦，哦、肝胆相照、欸、好像也是哦，但是我们答案只有一个哦，我们答案只有一个，来，赶快赶快，再来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对，有肝又有胆，所以呢，还是答案只有，那可能只有除以二而已啦。嗯，除以二，哎呦，难道一兆除以二这样子？对对对对对，哎呦，来，觉得是哪一个答案？对啊，我刚哎、欸，可是你说心不对，心不对，心不对，应该是肝吧？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缺肝啊，很多人就缺肝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哎、欸。因为大家都熬夜嘛，肝不好、啊。哦，肝若好，人生就彩色的；肝若不好，人生就黑白。你讲的是这就对了啦。对、哦、对对对对，真的是、哦。所以应该只一兆那么多。只一兆，真的。嗯嗯嗯，好了，答案呢是我们的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喝大卖兆啊，一颗好的胆卖了一兆元啊，对不对？ 哦, 哦，没错没错。所以呢，我的观众朋友，喝大麦照，等一下又来看我们的脑筋急转弯，好不好？金头脑大乱斗咯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待会呢，就来给他上影片啦，好不好？好，期待吗？ Okay, 期待，超期待的。真的哦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上影片。Yeah, 欢迎影片。欢迎来到伙食团金头脑大乱斗第二集哦。我们各位嘉宾，我们看到呢，现在有非常优秀十二个学校哦，已经到我们这里哦。那我们首先呢，分成 A 组与 B 组来跟我们竞赛。我们在这边呢，是我们的 A 组，来，我们来点一下各校哦。来，中台在哪里啊？中台请举手。呜呼，哇，看起来青春洋溢啊！来，朝阳在哪里？哇，一个聪明伶俐的感觉啊！亚洲，亚洲，亚洲在哪里？哇，非常活泼啊！大业在哪里？哇！来，修平在哪里？在这里。看起来非常有分量，厉害厉害。静怡在哪里？就在这里。哇耶！红光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来，我们今天的题目呢，总共有十题哦，总共有十题，分为生活题、脑筋急转弯以及我们的道学常识大会考哦。来，时间不多说，回答时间呢，总共有十秒钟，分别有 A、B、C、D 四个选项。各位准备好了没？好。好，我们第一题，生活题，请问大苹果是哪一个城市的名称 ？A. 巴黎 ，B. 纽约 ，C. 东京 ，D. 香港。回答时间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尽量答案。好，这题的答案呢 ？B Apple 呢，就是我们的纽约哦，我们的 B 纽约。Yeah!
哎呀哎呀哎呀，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举手一下，大家举手。OK， 太棒了！太棒了！还不懂，大家还没反应。OK 了，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生活题第二题。这个可能我们有在看棒球的人比较厉害哦。中华职棒史上首位百全垒打、百盗垒的球员是谁 ？A. 林义珍 ，B. 张泰山 ，C. 林奏秋 ，D. 彭正明。回答时间10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亮答案。ABCD 好像都有人写呢，好、哦，对，这题的答案呢就是我们的 B 张泰山哦。好的，来，答案的请举手一下，请举手一下。哎，请问你是崩溃了还是？好，来，接下来紧接着哦，第三题，生活题第三题，在哈利波特的小说里面。不会魔法的人称为 A 小黄瓜 ，B 南瓜 ，C 麻瓜 ，D 丝瓜。回答时间10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亮答案。来，答案就是我们的 C 哦 ，C 麻瓜哦，麻瓜。来，我们答对，请举手一下哦。我们不分先次啊！哦，我们已经完全答对了，我们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来，接下来来到我们的脑筋急转弯。来，第一题，一个圆形对折3次，请问分成几等份 ？A 4等份 ，B 8等份 ，C 2等份 ，D 6等份。回答时间10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给答案。好，我们答案是 B 哈，8等份。来，我们答对，请举手一下。太强了！好，接下来哦，有3个小朋友在猜拳。一个出剪刀，一个出石头，一个出布，请问3个人共有几根指头 ？A 7根 ，B 14根 ，C 30根 ，D 60根。回答时间10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亮答案。喂，我们的答案是 D。60根，哎嘿，还有脚趾头跟手指头啊，好不好？来，答对请举手。哇，果然哦，果然来，哎，脑袋里装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接下来一题，死掉的肾脏猜一本小说 ，A《聊斋》。B 老人与海，三西游记 ，D 老残游记，请给答案。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请亮答案。好，答案是 C 西游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是西游记啊，好不好？好，答对，请举手。Oh my god！ 来，最后四题决胜负，也就是我们的倒学题。倒学题，不同我们的修办经验。我秒数可以增加吗？对啊，太快了。真的吗？太快了吗？对，倒学需要思考。好，没问题，我数慢一点。好，请问前人慈悲颁定的。崇德学院之院训，下列何者不是 ？A. 敦品 ，B. 崇德 ，C. 自道 ，D. 立德。回答时间10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
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亮答案。好，答案是我们的 B 哈 ，B 是虫蚁。来，答对请举手。太强大了！哎呦，这个差距慢慢拉大哦，差距慢慢拉大哦。还是答对。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。好，第二题，下列何者不是修办的事件要素 ？A. 天 ，B. 财 ，C. 法 ，D. 履。答案，回答时间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给答案。好，我们答案是 A 哈 ，A 天不是哈，是财法履历哈。哎，这个我们回去要好好加强一下道学喽。哎，答对了。哇，看起来修平真的是蛮厉害的哦。好，第三题，来第三题哦。元佛子自三山坡离开老母之后，至今已隔多少年 ？A. 60年 ，B. 600年 ，C. 6000年 ，D. 60000年。回答时间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。七六五四三二一，请给答案。好，答案是 D 60000年。有在听上歌啊，真的不错不错。来，答对请举手。哇！哈哈哈哈哈！今天想要上头的吗？好，来，我们最后一题决胜题喽！最后一题决胜题了，哦，决胜题了。好，来，下列哪位仙佛不是四大菩萨之一 ？A. 观音菩萨 ，B. 释迦牟尼佛 ，C. 文殊菩萨 ，D. 普贤菩萨。回答时间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。七六五四三二一，请给答案。好，我们的答案是 B 释迦牟尼佛。对呀！来，我们答对，请举手。Oh my god！ 这太难了吧！好，我们 A 组的竞赛先进行到这边。三千。你刚才看那题目很难呢、欸，太刁钻了。跟你说，谁会知道猜一拳，然后连脚趾头都算了？对啊，谁会知道要看棒球啊？我们女生都是看那个美妆博主啊。哎呀，真的不公平，不公平啊！对啊，哇，还是有人答对嘞、欸，真的，哎、欸，太厉害了。这个场次啊，是我们的朝阳跟修平啊，获得胜出啊，得到最高分啊。你说这个场次代表还有第二个场次喽？当然啦、啊，刚刚只有我们七间学校而已，我们还有六间学校来跟我们比呢。哎呀，还有得看呐、啊！好哦，好哦，好哦，那我们就继续给他看下去啦。好，我们一起欢迎 B 组。欢迎。伙食团金头脑大乱斗 B 组成员，中心请举手。这里，哦，中山一，哇，中国一，哎，同学，你怎样？一中，二中，这里啊，中科，在这里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，我们一样哦。题目有生活、脑筋急转弯以及道学。接下来进行我们的生活题，请问胃酸的主要成分是 ？A. 盐酸 ，B.硫酸 ，C. 柠檬酸 ，D. 氨基酸。回答时间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给答案。好，我们答案是 A，
盐酸哦，盐酸哦，来，我答对，请举手一下，好不好？学医的都这样。哎，这个，各校都有优势，好不好？各校有优势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？生活题啊，哦，生活题啊，哦。哎，来，第二题，吹泡泡的时候要 A 用力吹 ，B 向上吹 ，C 轻轻吹 ，D。以上皆是。回答时间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给答案。好，我们的答案是第一号，全部都可以哈，好不好？随便你怎么吹。来答对，请举手一下哈。脑筋急转弯。生活常识，好，答对请举手，答对请举手。好，就是我们叫中国哦，中国一位，好，来，手等一下举高一下哈，好，来，下一题，遇查询去天气的时候，可以电话直播几号查询 ？A 166 ，B 109 ，C 106 ，D。149，哎，查电话号，查天气哦，查天气哦，来，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给答案。答案是 A 哈，166哈，166。来，我们答对，请举手一下。哎呦，哇，哇，太厉害了。这个这个中学妹哦，数字666就对了哦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脑筋急转弯题。第一题，把两包一样的饼干，一包打开，一包不打开，分别放在天平的两端，结果会如何 ？A 打开的比较重 ，B 没打开的比较重。C 不知道 ，D 一样重。回答时间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念过的答案啊，念过的题目就像失去的水一样，不会再回来，好不好？来，请给答案。来，答案是 D 一样重。一分钟，来，答对，请举手哦，请举手，请举手。破蛋了，哦，破蛋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中科小胖子，学医没有学到这个。好，来，人体最大的器官是什么 ？A. 肺脏 ，B. 心脏 ，D. C. 胆囊 ，D. 肝脏。回答时间只有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给答案。好，我们的答案是我们的 C 胆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胆大包天。有有，刚刚有说脑筋急转弯哦。好，有人答对吗？这一题？答对，请举手。啊，没有，是不是？好，很好。我也没有。好，来，还有一题哈，还有一题。还有一题什么？脑筋急转弯的。哎。脑筋急转弯。好。Kiss K I S S 在单字里面是什么词性 ？A 名词 ，B 动词 ，C 连接词 ，D 形容词。好，回答时间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给答案。好，答案是 C 连接词。哎，答对，请举手，好不好？答对，请举手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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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对哦。
这个刚破蛋的要加油一下吧。倒学题哦，最后四题喽，加油！倒学题，倒学题。得到有四难，下列何者非也 ？A. 人生难得 ，B. 三奇难遇 ，C. 中华难生 ，D. 名师难逢。回答时间十秒钟，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给答案。哎，我们的答案是 D， 名师难逢哦。还好，哎，这个开始刀要回去练一下哦。哦来，答对请举手。哎呦哎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这是脑筋急转弯吧？当然不是啊。平常要看书，好不好？不问你了。好，第二题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圈圈。请问这个圈圈是什么 ？A. 万物 ，B. 天地。C 气象 ，D 自然。回答时间十秒钟，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给答案。好，答案是 D 自然。来，答对请举手。耶耶，好棒！哎，中科同学，你效果做太多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下一题哦。崇德大要进歌词当中，固本图强，圈圈圈圈，天下得涵养。请问圈圈圈圈是什么 ？A. 提升质量 ，B. 人才赔偿 ，C. 各区自强 ，D. 质量均涨。回答时间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给答案。好，答案是 B 哈，人才培长哦。来，答对请举手，好不好 ？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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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。哎、欸，是两位，两两位，两位间吗？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 ，B 吧，两间再举一次，答对请举手。B 吧 ，B 吧，二吧，二吧，嘿，二二对。举手先，举手先。中心。好险得到你。哎、欸，我不。来，最后一题哦，最后一题哦。《法华经》当中，佛陀用车比喻佛法，下列何者为非 ？A. 羊车 ，B. 鹿车。C 牛车 ，D 驴车。回答时间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哎，哎，请亮答案。哎，是，好，答案是我们的猪哦，驴车，驴车哈、哦。哎，答对请举手，这是蒙对的意思吗？真的答题的题目真的是越来越难了，真的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看到刚才有一个人很眼熟？你说那个是火腿吗？哦，对啊，哎呀，就是他啦，一直下棋哦。哎呀，不说了，不说这个。我跟你说，我刚真的不是自卑我们家学弟啊。我跟你说，那一题胃酸那一题啊，是盐酸、嗯。其实啊，好像真的是医学院的比较会答对。哦，所以也是中国的咯。哦，对啊，你看只有中国跟中山答对而已。你看，哎，不行，你不可以打广告。好的，好的，来。那其实呢，在刚刚的这个竞赛里面呢，有两间学校就胜出咯。哎，是哪两间啊？就是我们的中心跟我们的中国啊，嗯，你看鱼有龙烟啊，学长学长，我跟你说，哇，好棒哦！对对对，那
待会呢就是我们这四所学校，我们第一场次的 A 场次呢朝阳修平，以及我们 B 场次中心中国呢要来较劲我们第二届的金头脑大乱斗的优胜哦。所以现在是要拼冠军是吧？要拼冠军啊。那为了让这场游戏呢能够不那么的沉闷，所以呢我们又邀请了两位神秘嘉宾来跟我们炒嗨气氛啊。嗨起啊，好强哦。真的真的真的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我们那个直播人数好像急速下降哎，哎，转播分享嘛呢，快点转播分享，转播分享啊！快哦，去上厕所记得回来哦。对，这太夸张了，十几个人一起去上厕所啊！哎，快回来，精彩的就在这里了，好不好？精彩快开始了，快来！好，那我们第三阶段的影片我们就要开始哦，来欢迎。激烈的决斗之后，终于选出了四间学校哦，来我们的朝阳拳击手，修平，耶，中心，耶、yeah ，中国，你好，好，还有我们两位优秀讲师哦，我们的种子球员哦，我们的马瑞阳马讲师，哇，学长。你要去拍就拍大声一点，哇，没有问题。效果是太好了，效果是大声一点。还有我们的林怡珍林讲师。好，接下来一样哦，题目有十题，分别为声母题三题，然后经济转弯三题，以及我们的道学四题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声母题第一题，请问。扑克牌当中唯一没有胡子的老 K 是哪一张 ？A. 梅花 K，B. 方块 K，C. 红心 K，D. 黑桃 K。回答时间十秒钟。I don't know。十、九、可以空白八、谁会空白？是谁会猜空？五、没有胡子的应该是黄后。三、二、一，请亮答案。好，哎，我们的 A、B、C、D 一样都有哦。好，我们的答案是 C， 红心 K。哦，我还有什么？我还有什么？哇，我忘记选项了。对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哦，魔术师来了，那个后台等一下找我领一下哦。好，接下来第二题，最早的风筝是用什么做的 ？A. 竹子 ，B. 木头 ，C. 布 ，D. 纸。回答时间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二一，请给答案。哎，答案是 B 木头。谢谢你说木头，那结果你没有选木头，你就是诈骗人了。好惨啊！完了，你我有全点读对哇！讲讲对，太坏了，太坏了吧！来，我们答对了，请举手。没有人。我们被干扰了，为什么不求不求？好，第三题，达文西的名画当中，蒙娜丽莎的微笑是左手在上还是右手在上呢 ？A. 左手在上 ，B. 两只手接在上 ，C. 右手在上 ，D. 他没有举手。回答时间十秒钟，十、九。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给答案。猜的。好，答案是 C， 右手在上。我要。哇，这么强啊！我想说他应该没举手啊。
Yes， 太难了吧？不是有个选项就是影像界被要选的吗？那你该说出真的。好，脑筋急转弯题，第一题，你参加赛跑，追过第二名，你是第几名 ？A 第一名 ，B 第二名 ，C 最后一名 ，D 犯规了。犯规耶，超车。回答时间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给答案。答案是 B 第二名。Amazing！ 好、oh, 的，你追过第几名？追过第二名。哦、oh, ，是。这边还有。打眼，打眼。第二名。来，答对请举手。第一。笑死！哇！被自己的脑洞给限制住了。好，下一题。万兽之王指的是 A 老虎 ，B 狮子。C 泰山 ，D 动物园园长。回答时间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给答案。闭着眼睛答答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出来吗？出来吗？出来吗？马讲师，请给答案。A。A。来，答案是。第一动物园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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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什么？解释一下，因为这是脑筋急转弯题啊。我们所熟悉的不是狮子吗？有种叫园长跟狮子 PK， 我赌狮子乱斗。脑筋急转弯好不好？你脑筋打结了好不好？哇！脑筋举手，好，答对请举手。一面倒，刚才我们都可以。太爽了，太爽了！你分写分数给我好不好？那我想玩二十题吧。好，下一题。一颗星值多少钱 ？A 几百块 ，B 100万元 ，C 1亿元 ，D 无价。回答时间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100块五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给答案。好，答案是 C 1亿元。一星一亿。对。啊、哇！你错了，你错了，我没有错。哎，你对吗？我想不起来题目。我想不起来题目是什么。太扯了。来，对了，请举手。可恶！可恶！第一名的，你对几题了？可不可以跳到学题后面？好，来，紧接着就是我们的倒学题哦。倒学题总共有四题。第一题，要了生死，一定要断烦恼。烦恼由什么而生？下列何者为非 ？A. 贪 ，B. 怒。C 嗔 ，D 痴。回答时间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给答案。好，脑筋急转弯？当然不是了。你脑筋打结了？答案是 B， 怒。哎，我们常说贪嗔痴哈，来答对请举手。嗯，好，下一题是我们的新程中的题目，请问下列对无美德的描述有误 ？A. 功而不无 ，B.惠则足以使人 ，C 信则人服 ，D 敏则有功。我告诉你们，我直接放弃。我给大家时间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我第一，我第一，三、
二一，请给答案。答案是 C， 信哲人福。其实真有是信哲人正好。信哲人 ，PCD 要不是吗？看 PCD， 来对了，请举手好不好？对了，请举手。那不行哎。对，看明明就说 PCD 没关系啊。那我说没有学长，那不行。没关系。下一题，济公活佛应世于宋代，性空长老特别取名为 A 李修福 ，B 李修慧 ，C 李修元 ，D 李修祥。休息时间10秒钟，10、9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，请给答案。答案是 C， 李修元。哎、欸，你要掉全打了你，效果太大了，太大了，真的太大了，效果都太大，真的太难了。前面做的，来答对请举手。好。耶、yeah. ！完了，我需要留双脚。好，下一题。耶稣对众人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圈圈圈来跟从我。”你这评论太明显。请问圈圈圈是什么 ？A. 功过簿 ，B. 十字架 ，C. 妄想心 ，D. 贪嗔痴。回答时间10秒钟。身体不会就不用回家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请给答案。应该没有效果，应该没有效果，那直接回家了。来，答案是我的 B， 十字架哈，十字架。好，答对请举手。难得第一次，刚才有。状元就是我们的中心小太阳顶员啊，恭喜！太强了，真的太厉害了，脱颖而出。上次没有来的学校，既然这次就来赢了，那真是一匹黑马、啊。太厉害了，太强，太强，太强！哎、欸，话说，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影片的主持人声音有点耳熟啊？有点耳熟。嗯啊。有吗？谁啊？谁啊？谁？谁？啊，嗯，你知道谁啊？就我啊！哦，傻眼，原来是你哦，还在那边。对嘛，所以我说我很神秘，我都不敢泄题给大家。所以你脑袋到底在装些什么啊？没有，这只是头发白了点而已啦。哎，不说你的头发了。那我们话说，哎，现在呢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间。对，就是我们的工商时间啦、啊。没错，工商时间，那有什么活动呢？我们啊，四五月的活动可是精彩的呢。我们这礼拜六日就是我们的4月18、19，在我们南投中寮正茂佛院有一个心灵成长营的活动啊。哎呦，听起来好像很不错耶。当然不错咯，快去参加。哎呀，如果大家期中考完呢，想要放松心情一下，欢迎大家报名这次活动，跟我们一起去走走。去走走。还有啊，我们的5月2号，我们要去新的 IG 打卡热门景点啊，法子溪。哎，我们要去那里干嘛？当然就是进溪啊。哦，哎，好环保哦。对啊，而且你想看，在 IG 打卡热点又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，是不是大家都点起来？而且你看，你去进溪还可以去拍照，哎，真的，一举两得，一举两得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。还有，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，5月7号，也就是我们下一场的月半直播啊！哎，是谁要来？这次啊，邀请到非常重量级的点传师要来跟我们讲课。谁呀、啊？我们请到我们的马家居经理要来跟我们讲课嘞！哇塞，是那个平常非常有泡我的经理吗？真的，一匹马还不够，还跑了两匹马，马力十足的马家居点传师啊！强耶！他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个课题啊，叫做有想法就会有做法。哇塞，哎，听了这个题目，我觉得好期待哦！到底是想什么样的想法，什么样的做法呢？
欢迎大家订阅我们 TCDY 的频道，真的小铃铛开起来，没错，开起来，转发转起来，转起来，对，那喜欢的影片呢，欢迎在下面按赞哦。好，那我们 TCDY， 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